来下。十万。组长，前面30公尺处有座废屋，据线报指出，在那座废屋里面经常会有流动性的赌场出现，而且出入的分子十分的复杂。我们大伙下车，行动小心点。下下下啊！下好了，一手。十出。我们已经就定位了。好，你手开牌。全员注意，我们立刻动起来。加油，我们是警察，小心。老 K 行动已经顺利执行完毕，通缉要犯李霸逃逸无踪，还有现场有伤患，请立刻派救护车支援。Over。哎呀，每次都到了穷途末路的时候才会想到。哎，别提了，要不是我命大跑得快，今天啊也见不到你了。怎么搞的？厂子都被砸了。谁知道？最近道上兄弟的几个厂子都被砸了，风声很紧，很难再混下去。那你打算怎么办？怕什么？我手上还有好几笔赌债还没收了。收得到吗？儿子来了。哦，甜甜丢12，1、2、3、4。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，命运我会帮你翻哈。路不拾遗，失主酬劳得1000分。爸爸，什么叫路不拾遗？哦，路不拾遗呀，就是我们捡到别人的东西要还给别人，要不然别人会担心的，这样子懂不懂？懂的。懂哈。爸爸，换你了，换你了。哦，换我啊，好。9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，机会，我来帮你猜。赌博被捕，立刻坐牢。妈妈，爸爸才不会赌博呢。对，爸爸不会赌博，甜甜乖啊。
喂，我李志俊。我们当初不是讲好下个月的吗？可是我没有这么多啊，李大哥。喂，喂。谁打来电话？哦，是一个朋友赌输了钱，找我掉头寸。那不要借给他，我最讨厌爱赌的人。爱赌的人哪个不是倾家荡产、家破人亡啊？爸爸，赌博被警察抓到要坐牢哦。对对，甜甜说的对。思源，那我就不借给他了。爸爸，我们再来玩大富翁嘛。好好，来来来玩。哎，我给你。八位。哎，九点半，通饭。再来，手机怎么样？李爸，再借100万，没想到今天手续这么背。你已从我内场拿了300万，钱什么时候还我？爸爸，你在想什么？没有，没什么。什么事啊？你女儿不见了啦？怎么会不见了呢？今天小芳带她出去玩的时候，甜甜被一个陌生人带走了啦。李大哥，对不起，你看，这会是报纸上说的绑票啊？我看啊，八成是绑票，他们怎会找上我们呢？思源，你不要那么急嘛，说不定是人家跟我们开玩笑而已。开玩笑？谁会跟我们开这种玩笑？你说现在该怎么办嘛？没接。喂，是，我们这里是姓李。什么？我女儿在你们手上，只要你们不要伤害我女儿。好。在什么地方？喂，喂，喂，志俊，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思源，我看还是照他们方法去做好了，要不然甜甜会受到伤害的。可是我现在哪有那么多钱呢？我看只有我回娘家去想办法了。你看电视亭会不会沉？小鬼，在我房里已经睡了。哦，如果拿到钱，这小女孩是不是把她放回去？那当然，拿钱了事嘛。我们讲好的，叫他太太把钱拿出来，又不真的绑票。那万一被发现怎么办？你放心，这只是一个局。不过呢，我怕那个小子摆我道，所以我才让你去。明天你拿到钱，先打电话通知我，我就把小鬼放了。反正我一个人喽。
再早点回家啊。记好，你要守信用哦。哎，怎么回事嘛？信用？说什么信用啊？说他们没收到钱，这怎么可能？你是按照他们指示送钱去的，除非你……除非什么？你快说啊！除非啊，你根本没有把钱送过去。这怎么可能呢？我怎么可能拿我们的女儿生命开玩笑嘛？那你依照指示送钱去，他们怎么可能没收到呢？我也想不透。如果真是巧合，弄错了，那真是上天在惩罚我。那他们有没有说现在该怎么办呢？赎款加倍。600万！天哪，我们哪来这么多钱啊？你娘家不是有钱吗？再拿一次。上一次已经竭尽所能了。不会有第二次的，我爸爸不可能答应的。现在只有希望拿错钱的人能够把钱送回来。光华，我想去欧洲玩呢，你有没有兴趣啊？去欧洲玩呢，要看看自己有没有这个闲钱。有啊，那你去不去？开玩笑，你哪来的钱？私房钱呢？奇怪，你一向很省，怎么突然大方起来？你怎么会舍得你那个私房钱？这有点不像你了。什么像不像我？爱去不去，哼，好心没好报。你什么时候对钱的看法想通了？你什么意思啊？你是说我很小气啊？
哎，你到底去不去嘛？好，如果你一个人害怕去的话，我可以考虑陪你去。哎，那我们去。好了好了，我明天早上还开会，早点睡。想起来我就饿，煮熟的鸭子居然会飞了，300万居然会给错人，这种事情传了出去啊，人家听了大家都会掉的。哎，好嘛好嘛，都是我不好。你说怎么样补偿我？不要这样子，小孩子在那里。哎，怕什么？他都一岁了。大清早的，东摸西摸，摸什么嘛？你看到什么了？我看到什么啊？看了七八年，还有什么好看的？你好了，你去洗脸刷牙，谁稀罕你看？吓我一跳！这个女的大清早，是不是有毛病？西装啊！我帮你穿吧。你不是说今天早上你要开会的吗？是。现在已经快8点了，你还不走？你要迟到了啦！快快快，走吧走吧。哎，我的钥匙。拿去，小心开车啊！再见啊！美凤啊！啊！晚上要跟我一块吃饭，到局里来找我，我请客。不必了。你每次都跟我黄牛，今天啊，我要给我自己放一天假，我要出去逛街买东西。好吧，好吧，随你便。根据这份行动报告显示，最近我们查缉流动职业督察成效非常的卓著，应案捕获的通缉犯高达14人，所以老 K 专案行动要持续的实施，希望借着扫黑的行动呢，能够肃清非法的职业督察，杜绝社会赌博的歪风。各位虽然非常的辛苦，可是仍然有缺失的地方，现在我们请应龙来给我们做检讨报告。各位同仁，我相信诸位都了解，老 K 行动呢，就是借着扫荡赌场来缉捕这些重大的刑犯。在老 K 行动里头，本队事实也不无缺失，比如说抓了一堆小的而跑掉了大的，像李霸就是一个活活的例子。
我希望啊，在而后的行动里头啊，诸位事前作业能更倾向于严密跟完整。我相信诸位都了解我的意思。难得休假，跟你出来逛街，才觉得自己像个女人。你啊，是该常出来走走的，老是这么高里呛里的，再这么下去，你都要变成男人婆了。我何尝不想啊？为了工作，没办法啊。叶玲啊，看这发饰家具啊，好漂亮哦，我们进去看看好不好？好啊，好贵耶。李哥，你听我说好不好？我目前的状况实在是凑不出钱来嘛。您就高抬贵手，把甜甜放了好不好？少废话，不错，当初我们是串通好的，可是现在被逼成真绑票，拿钱赎人，听到了没有？喂，喂，李经理，董事长找您。进来。董事长，您找我。啊，坐。志俊啊，你怎么了？你脸色好像不对啊，是不是生病了？没有，只是有点不舒服。身体要注意，你是公司的支柱，你可不能倒下去。谢谢董事长关心，我会小心的。你所申请的周转金呢，我已经交给会计了，你要妥善的运用，该应酬的还是要应酬，不要替公司省这笔钱。啊，爸。哟，宝贝女儿，你怎么到公司来了？董事长，那没事的话，我先走了。啊。爸。女儿，你找我有什么事儿？爸，我需要你帮忙，需要一笔钱。啊，要多少？3万啊！我叫会计。不是啦，爸，我要300万。啊？300万。你只不过是一个学生，怎么会用那么多钱？爸，你不要问了嘛。不要问，300万可不是一个小数目。哎，你告诉我，你是不是闯祸了？我没有啊，我真的有急用嘛。急用？什么急用？快告诉我。哎，怎么？怎么？欢迎光临。两位需要什么？慢慢看。嗯，这都是纯金呀。对，我想看真的马氏戒指，你们有没有？在对面的柜台。你好，两位请慢慢看。您需要什么吗？嗯，小姐，我喜欢看这个红宝。好，你稍等。叶玲，你看这个红宝戒指的设计好漂亮哦，还不错，蛮漂亮的耶。小姐，这个红宝戒指大概是多少钱？不便宜哦，如果您喜欢的话，我们可以算你7折。7折啊？对。那你说说看，到底是多少钱？这个戒指的标价是25万。啊，这么贵啊？哎，不贵不贵，比我想象的便宜多了。便宜？哦，我是说，虽然便宜，可是还是超出了我的预算。不好意思啊，谢谢你，不客气。走吧，我请你去喝咖啡。大嫂，你今天怎么这么开心啊？人逢喜事精神爽啊。喜事？什么喜事啊？你知道啊，前两天我陪我妈去庙里，结果啊，我抽到一个上上签的。那签上说，我马上就要发财哦。大嫂，你不是不信这个的吗？我是不信啦，不过能抽到这种上上签，谁不开心啊？哎，燕玲，你知不知道欧洲有哪些地方好玩？问这干嘛？想去玩啊？是啊，我是很早就有这个计划了，只是。大嫂，就快说嘛，不要吊人家胃口。好啦，我告诉你实话，我想通了。想通什么啊？
钱呢？这人生在世啊，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的，留那么多钱干嘛？听说私房钱啊？对呀、啊。想想从前省吃俭用的，还不是就是为了想要多存一点私房钱？可是存了再多的私房钱，也留不住我的青春呐、啊。所以呀、啊，我就想趁现在还年轻，我要好好的享受一下，我要把它花光。那不好吧？万一有什么急事怎么办？船到桥头自然直啊！想那么多干嘛？什么？挪用公司的预备金？那不是盗用公款吗？事到如今，我也没有别的办法可以救出甜甜了。可是这是犯法的，要坐牢，难道你不知道吗？我罪有应得。不行，你不能这么做。我不能在失去甜甜的同时再失去你。你只能在我和甜甜之中选一个人，而那个人就是甜甜。志俊，你先别轻举妄动，我再想想办法。喂，他们说如果再拿不到钱，天天就……我别无选择，你懂吗？不，我不要你盗用公款，我们可以再想想别的办法。如果还是没有办法呢？我们可以卖房子啊。卖房子是可以，可是那是缓不济急，远水救不了近火的事情啊。我看还是照我的办法去做好。表哥，你就这样眼睁睁的不肯帮我吗？很抱歉，我实在是很想帮你，但是因为数目字实在太大，我实在是帮不上忙。放心，无论如何，我都会把我们的女儿救出来的。你真的决定要这么做？为了甜甜，我已经别无选择了。下午打电话到公司，说找我有要紧事，到底什么事啊？爸，你爱不爱我？傻孩子，爸怎么会不爱你呢？那如果我有生命危险的时候，你愿不愿意为我花很多钱？那是当然的了。哎，对了，你是不是有人恐吓你、勒索你啊？不是，是我的朋友，他现在急需要一笔钱，不然害我有生命危险。我不能答应。爸，我告诉你，也许你那个朋友是在利用你、欺骗你。爸，你在胡说些什么嘛？哎，我哪有胡说啊，乖女儿啊，我是要告诉你，现在的社会啊，人心险恶。就知道，你把钱看得比我还重要，根本就不在乎我，不关心我。我的朋友就是因为我才有生命危险的，你知道吗？怎么会这种事情？我今天来就问你一句话。你为什么要挪用公款？董事长，现在拿出来还来得及，否则呢，我就要请你上警察局去。我不能拿出来。
我宁愿跟您去警察局。为什么？报案。小姐，请坐。什么案子？你说清楚。我看到歹徒带走我爸爸公司经理的女儿甜甜。你看到歹徒的面貌吗？我看到一男一女带走了甜甜。好，我给你看些资料，顺便告诉我详细的情形。哦，原来甜甜是跟我女儿在一起被绑走的，难怪我女儿回来一直跟我吵着要钱。我觉得你做的不对，就算你交得出赎金，你的女儿也不见得安全，甚至于你自己也会有危险。为什么？我们当初是讲好的。那是你们，你太太并不知情。万一被你女儿指认出来，你太太会放过他们吗？难道歹徒不会想到这一点吗？那我现在该怎么办呢？立刻报警，让警方来协助你。那公司的预备金我就可以还给您了。不，你先拿着，至少呢让歹徒心安，不会起疑心。可是如果真让他们拿去了呢？哎，那就算了，反正再多的钱呢也没有比人命重要。董事长，我事情结束以后呢，我希望你拿出勇气来承担法律的责任。我会的。果然是李华，我说嘛，他除了当流氓开赌场之外还能搞什么。最近呢、啊、我们扫荡了不少职业赌场，李爸他一定是在走投无路之余啊才狗急跳墙犯案的。这只是浮面的想法，英龙，你不觉得这件事情非常的诡异吗？怎么说呢？我怀疑李志俊跟这些歹徒之间会不会另有隐情。队长，你要的资料找到了，果然有文章哦。被害人李志俊是一家外贸公司的经理，算得上呢是一个收入颇丰的白领阶级，而这回的赎款居然都是他老婆由娘家张罗来的，而他呢是分文未出，这就有违情理了。另外，我从侧面打听到李志俊有一个不为外人所知的嗜好，赌。也许因为赌跟李爸在赌场里认识了，也可能因为赌跟李爸在金钱上有纠纷，所以我们应该找李志俊好好的谈一谈。决定花一个月的时间好好去玩一趟欧洲。花花啊，你今天回来这么晚，怎么也不打个电话给我？忙吗？老是忘记。哎，你还在研究旅行的事情啊？对呀、啊、哎，花花，我已经决定了呀，我们两个花一个月的时间到欧洲去玩一趟。一个月的时间？你不要开玩笑了，那除非等到我退休，要不然辞职不干才行。哼，我就知道你说你要陪我去，根本就是哄着我玩的。你心头想着只有工作工作，你根本就不懂得什么是生活情趣。嗨，我怎么会不懂得生活情趣呢？我告诉你啊，这个生活情趣是因人而异的。我的生活情趣呢，是啊，不让那批坏分子呢破坏了大多数人的生活幸福。好了好了，别唱你的高调了，我才懒得听呢。哎，我这不是唱高调，我说的可是事实啊。我今天在局里啊就碰到一起绑架勒赎的案子，结果那个苦主在付钱的时候竟然给错人了，害得他们全家急得要死。就因为这件事情啊，他太太后来发生了车祸，差点把命给赔了。他自己为了救孩子挪用公款，现在也犯了侵占罪。你想，如果我破了这个案子，不也就挽救了他们一家的幸福？好好好，不管怎么说都是你有理。当然是我有理啊，这就是我为什么对我的工作乐此不疲的道理啊。我告诉你，我每一分钟每一秒钟啊都在享受生命的喜悦啊。哪有人那么笨啊，这么严重的事都会弄错。说的也真巧，他们约好在国父纪念馆一仙路附近的电话亭
交给一个穿橘色衣服、戴墨镜的女人。苦主照做了，可是那些歹徒偏偏说，收款的女人不是他们一伙的。赎金是多少？300万呢。怎么，你怎么突然关心起来了？没什么，好奇嘛。对，我听燕玲说，你要买一栋房子，头期款大约要付100多万。还有，你要到欧洲去玩一趟，恐怕要花很多钱。对，你这些钱从哪来的？私房钱呢？存的。存的。哎呀，太晚了啦，我要睡。站长，这笔赎金该不会是你拿的吧？不是不是，这件事情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。美凤，如果真的是你拿的话，我希望你赶快还人家。是他交给我的，又不是我跟他要的。哎，300万呢？300万你要赚多久啊？更何况我又没犯法。你犯了侵占罪，你知道吗？不属于自己的财物，你占为己有，一经查获就是侵占，你懂吗？那你可以装作不知道啊。好好好，我是可以装着不知道，因为没有人会发现，更没有人会怀疑我们。可是，你仔细的想一想，你的良心到哪儿去了？因为道德，苦主为了孩子，不惜以身试法，这是他愿意的吗？他的太太为了筹这笔钱，竟然发生了车祸，现在还住在医院里面，你忍心吗？不错，有了这笔钱，你可以风风光光的去玩一趟，买栋房子。可是你玩的安心，住的安心吗？在道德跟良心上，你都应该仔细的想一想，你这样做，对不对？另外，在法律上，你也应该还这笔钱。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。我想，花花说的也对，这件事情虽然在法律上有它的约束力，可是，在道德良心上，远超过法律的制裁。这袋子里面有300万的现金，你需要我帮你吗？嗯，我要你帮我退回去，把这个钱还给失主，让他们一家团圆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帮你办到的。记者，同事送来一个包包，是今天小妹的赎款，我检查一下，正好300万。他人呢？我是说那个无名氏，他到医院去看个病人。还去看个病人？你是？哎，别动别动，养伤要紧。嗯，我是刑事组侦缉队林队长的太太，你可以叫我林太太。请坐，请坐嘛。谢谢。不好意思，没有什么东西好招待你。别客气。请问？你今天来是？我是听我先生提起你们这件案子，所以我特别来看看你。你知道我女儿铁明的事？嗯。你千万别激动。虽然我没有女儿，可是我能够体会你的心情。他们拿不到钱，会杀了他。你放心，现在不会了，因为赎款已经有人送回来了。那天你有救了。好了，你啊，好好静静的养伤，很快的就可以跟女儿团聚了。嗯，那我不多打搅你，我走了。再见，林太太。你能不能告诉我，是谁把钱还回来的？很想谢谢他。我当然要谢他，他救了甜甜，是我们家的救命恩人啊。是一位无名氏送的。再见。无名氏。林太太，这个钱。
王警官，为了这个赌字，我害得我太太现在在医院里，我女儿也在歹徒手里，我。事到如今，我也没什么好说的，只希望你答应我一个要求。什么事？你说。我知道我错了，我愿意接受法律的制裁。可是在这之前，让我干净的见他一面，好不好？好，我答应你。念想，准备的怎么样？都接好了，就等歹徒电话。念想，怎么样 ？OK。喂，我是李志俊。是。钱都凑好了，地点在哪？你爸，我把钱带来了，你快把我女儿放了吧。真的好想你啊！我想爸爸，那妈妈呢？妈妈在家。爸爸，那我们回家。爸爸有事，不能陪你回去。这位叔叔会带你回家。说的对，思源，那我就不借给他了。嗯，宝宝，我们再来玩大风大波嘛。好好，走吧，我请你去喝咖啡。没关系，您考虑一下，喜欢的话再来。他已经走出去了，就见不到我了。怎么搞的？仓库怎么会被人家砸呢？对不起，我抢的。李爸。他不动啊！要五、四、三，好酷！五、四、三，我看啊，八成是绑票。甜甜，甜甜，你说现在该怎么办吗？你。什么样的夜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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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，我带给你。我和我。对不起，你满脑子里想的只有工作，你根本就不懂得什么什么。
跟歹徒打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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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